新北树林光兴街157巷下午发生了路基塌陷，整条马路破了一个大洞，挡土墙也应声倒塌到下方的路面，水泥石块跟瓷砖堆成小山，摊方总面积大约有204平方公尺。疑似呢，因为前阵子下雨，路面的裂缝持续的扩大。目前有一处民宅的厨房毁损，还有8位民众安置到附近的旅馆，所幸无人伤亡，警方也拉起了封锁线，目前道路是维持单向通行，提醒经过的民众要格外的注意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